是小方领，比较偏正方领，它不会这样子开。有些人会觉得哇，太开太裸露。再来呢，我是做这种比较靠近，就是肩膀外面比较微宽，但是又可以遮住我们的副乳。白色绝对是最好搭、最显白、最显亮的颜色，所以你上身要披一个什么小衬衫啊，或者是小外套啊，都没有问题。这个绿有点雾绿雾绿，而且反而是提亮肤色，在这种转换季节最适合了，弹性非常的好，然后夹口这边也都帮你包覆住了，胸部比较丰满的这个也可以穿，衣服的长度穿下去刚好可以接上裤头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那这个颜色我很推荐，就是它搭一些白啊、米啊、杏啊、粉啊、绿啊，就是在夏天当中就是最好搭配的颜色，就是米米杏杏的颜色，然后弹性非常的好，然后也是做一个小方领给大家，如果你是比较丰满的女生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你一定可以穿它呢，不用管它，穿下去长度大小就刚好靠近裤头，不用扎，然后有四个颜色自己选咯。